现代人类总是忧愁的，我们的衣着光鲜，灵魂却得佝偻着。在同龄的父母也曾五湖四海周游过，但青春和梦想却被银行贷款收留了。每逢秋末难移的雨雾，让这城市的冬天有了莫兰迪的笔触。地铁站里看年轻的伴侣，用铁盒封好冒白烟的热培根和蛋饼。这平凡的善举像在钢铁丛林中，用木头渲染火，融化人心的冰，缓慢的温暖我。苦涩的乡愁，丢不掉的孤独感，在一个人的夜里，洪水一般泛滥。我每天我撑起雨伞，什么都愿为你祈祷，穿过梧桐叶的夕阳。地界争议在持续引发巨大争议，从计划生育到男性女性惧怕生育，都疲于奔命啊，像咆哮的。